你看，叫美珍。今天来的好姐妹是从泰国来的美珍哦。我今天带她来到是苗栗三义的木雕王国。来来来来来，我来告诉大家，既然大家不懂，我要跟大家讲，圣心火山是完全是一个二级古迹。然后我们待会呢，我们会来到我们水美商圈，商圈里面有很多雕刻啦，还有我们最主要还有一些伴手礼啦。那还有我们的什么呢？客家菜。哇！大家最喜欢的，对不对？那听完真是迫不及待要一起去商圈。Go！ 先别急着出发逛商圈，可以先来去停驶的圣心火车站里头散散步，接着再来去逛逛著名的木雕街。我跟美珍玩着玩着，哇哦，被一尊尊木雕的佛像给震慑住。哇！你看啊，美珍，这里好多佛像哦！哇哦，真的耶！可是我都不认识哎。这间木雕博物馆记录老板50年来的雕刻作品哦。师傅，我很少看到雕刻店里面人家直接在雕刻哎。对啊，这边是商店街啦，所以当工作室比较少，一般是店面。那我本身是木雕师，所以我把它当店面也当工作室。哇。师傅的创作真的是让我们惊叹连连，一问之下才知道老师可是国家工艺奖的得主哦。美珍，这里还有一间木雕店呢，来逛一逛吧。哇，前面呢，美人蕉的耶。对啊，我每天都吃3块哦。嗯，好特别哦。对啊，为什么木雕店还会卖点点的呢？对啊，因为老板原本是做木雕的，但是他自己也很喜欢吃麻吉，所以他后来就到日本去学习怎么做麻吉。美珍，美珍，你的鼻子变好长好长啊！你说谎了，对不对？流行啊，你不知道？那你平常酸酸巴巴的，你什么时候会小提琴的？哎，他的小提琴是我教的，小丑老师教的。那你在哪里学的？这是小莫的店啊，小莫啊！哎，老师，这个小莫它的特色到底在哪里呀？啊，会动哦，会动哦，它是用相思荡动去衔接的。我们把不要的废弃的东西的树枝拿来做这个小木偶，对不对？来，小莫哎，来是客家菜哦。嗯，广东菜啊？不是，哦，不是哦，我们这个是三义的道地的客家料理哦，哎，欢迎进来品尝看看喽。好，美珍，我跟你说，这是客家料理的招牌哦，这个叫客家小炒，它里面还有非常多的好料哦，还有像芹菜啊，哎，还有肉啊，哎。吃饱饭很满足，我们来到三义著名的龙腾断桥来欣赏美景喽。美珍，美珍。美珍，美珍，啊！你叫我干嘛？我把木头剑记在我脑子里面啊。那你还有什么把三义的东西记在你的脑子里面呢？哦，还有，我跟着我们去买麻吉啊，带回家，对，做我们的里面吧。民视新闻黄静怡、龚中义、苗栗采访报道。